大概30平方公里內就住了65萬人。由呢十年以嚟咧，由好細嘅澳門變成咗而家喺全世界裏面好多知名度嘅澳門。Tesla Model S 我都好適喺澳門揸，當你揸上手，你會覺得你係喺下一個 generation 入邊。行駛途中係好流暢，個樓先升同埋個加速力都令我留下咗好深刻嘅印象。Tesla 呢架車咧，其實就最主要係好似成部電腦咁嘅自動泊車啦，半自動嘅駕駛啦，佢嘅 OS 同埋佢嘅 software 咧都可以隨時 upgrade 嘅。呢架車咧係我心目中裡面嘅 dream car， 下一個 generation 一定會係電動車嘅年代嘅。